竹兜危险。每天，竹兜都有好多想要尝试的新东西，可是他却不知道有些事情很危险。竹兜，危险！开水很烫，你会被烫伤的。可是开水到底有多烫呢？开水太烫了，下次我会更加小心，不碰开水。竹兜危险，不可以在沙发上乱蹦乱跳。我想知道我能蹦多高。哎呦，好疼啊！在沙发上蹦来蹦去，很容易摔跤哟。下次我会更加小心，不在沙发上乱蹦乱跳了。竹兜想吃饼干，可是他够不着饼干罐。竹兜想到拿到饼干罐的办法了，不过这个方法似乎有点危险。下次爬高的时候我会更加小心。现在我知道了哪些事情很危险，以后我会更加小心。亲爱的宝宝，知道哪些事情是危险的，就要像竹兜一样更加小心，学会保护自己。